追过人间，吹开了柳暗桃花灿烂。书中故事流转，总有心动缠绵，令人惊艳。谁提笔写下相逢未完，回首看有人娇笑嫣然，情深处再添一笔浓淡，红尘中有你相伴。无论是喧嚣或是平淡，这次一生无悔也无憾，相约下个百年，不忘今朝少年。一生不辜负流年，悄悄和默默相伴，原来情该如何解，怎么说某个一念之间，他几句笔墨千言，他留下故事一篇，今生如水倒映热闹，细细的微尘，欲尽捧他雨水清唱，欲上狂浦尘世人浪，待把春风拂过，才知今生就在一念。订酒店就同城，安心预订，退改无忧。同城旅行邀您观看《郭子坚来了个女弟子》。啊！啊！哦！你是什么人？想说什么就说吧，不要有顾虑。要我头发？对不起。四爷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有些喝晕了，来拿点茶叶嚼一下。形容酒。其实我也挺好奇的，为什么我们每次独处一室的时候总会被困在一起？这话本都不敢这么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天意吧。天意。三姐，这么远？哎，那你进去吧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什么，走，回去吧。四爷也在。你们俩这是？四爷说他有点晕酒，然后想要来找解酒的。我就是路过。正是。看来四爷是真的醉了，不过像这种事情叫相人来做就好了。你们两个擅入太傅府查事，着实不妥。趁现在没人，快走吧。要是被别人发现，还以为你们是行窃来的。对，走。公子，可有回应？公子，严大人说会全力配合您的行动。是时候解开谜团了。
各位，明天我们去茶园务农。茶园务农，哎，冯远，不过就是去茶园务农，又不是毕业，他们干嘛那么高兴啊？只要不用上课，大家总能这边神采飞扬，就当是提前见一下毕业的场面吧。真是搞不懂，郭子健假期又不少，再说田假刚放完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兴奋的。你根本就不懂，这和假期不一样。本来想着科考之前只能在教室里面死读书，没想到可以忙里偷闲玩几天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这么说起来，我确实是应该开心。都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此次去茶园务农不是让你们去玩乐的，而是让你们体验农家的艰辛，切勿辜负了众位博士的一番苦心。今日回去后早些歇息，养精蓄锐，明日一早出发。是啊，是啊。大家早做准备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宋兄，宋兄刚刚新婚，不告假在府中陪嫂夫人，干嘛非要上山劳作，自讨苦吃呢？这郭子健好不容易集体出行，可比在府里有趣多了。放心，我宋家茶园同在山上，长工随时听我差遣，累不着咱们的。况且这私业还真能让老做不成，笑话。也是，嘿，接住！上了山之后，别只顾着贪玩，帮我照顾好小姐，顺便也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啊。安琪，接着。给你带了香膏，特意起早排队买的。卓公子姗姗来平日去买这个了？不止呢，我车上还有好多好东西，待会儿一起与我同乘吧。我可以与你同车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太远了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四爷来了，来，东西收好，来。此次劳作，非必要的物品一律不得携带。啊？什么？这东西不让带，都不能带了，不能带。另外，这次路途也并不遥远，大家徒步上山，也可以磨练磨练心性。啊！徒步上山吧，这不是整我们吗？我东西都白带了。诸位公子，不方便携带的东西请先留下，郭子健会替大家妥善保管。去，快去！我白带了吗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谁？三姐，你看，哎，阿奇，阿奇，三姐，你没事吧？妍妍，你没事吧？阿奇，我去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好痛，还走得了路吗？不行，你不能再走了，我背你。叶小狼，啊，你腿伤刚痊愈，还是让我来吧。
反正我在边塞也常备亚琴。是我常备你。所以这刚好是我报恩的时候。弟子受伤，为师责无旁贷。四爷，你也不问问桑琪愿不愿意？半路抢人不太好吧？此处山高水深，你没有背着行囊，万一体力不支再出什么差错，你想让桑琪再受伤吗？你哦，对，四爷说的对，这万一你要是受伤了，就更麻烦了。对吧，四爷？走。大家接着赶路吧。是，谢谢。是流转，总有心动缠绵，令人惊艳。是提笔是山上风未晚，回首看有人桥下嫣然，琴声处再添一笔浓淡，红尘中有你相伴。无论是山上或是平凡，这次一生无悔也无憾，相约下个百年。一会儿就按照签上的房号入住，今日到了房间后好生休整，明日便要正式开始劳作了。好，好了，快抽签吧。好。哎呦，肩膀。想想都累。再想想过得怎么样？你看，看看你的，起码不少。桑琪，你不用愁了，你是女子多有不便，独自住一间。多谢四爷照顾。严小郎因何一脸愁容啊？我跟宋乐天、魏展红抽到一组了。卓秀，要不等会儿我们俩换换？哎，爱莫能助，我还没抽呢。真希望能抽到和阿奇相邻的武生。你可不知道，这荒山僻壤的，大半夜可能有山贼作怪。我也好护他周全。啊，护他周全。周文远，赶紧啊！你同为师住一间。为师再定下一条规矩，入夜之后谁都不能串寝，违者严惩。这样吧，李小郎，我就答应给你换一个屋子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就跟宋洛天住吧。你不是不想跟宋洛天住一屋吗？相比四爷，还是宋洛天比较好。我们去找桑琴。这个卓兄，哇，四爷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说着要磨练我们，条件如何艰苦，暗地里却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房间，连胭脂水粉都准备好了。这所有的弟子四爷都是有胭脂水粉的。啊，我突然有些疲惫，我先休息一下，要不你先回去吧啊，快回去吧。爷爷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回去，宋洛天就会把果盆全给你吃了。走走吧。果盆，我的果盆。在家。所以我想同你聊聊。聊吧。四爷可谓是步步紧逼，费尽心思做了这么多，
就不怕是一厢情愿？不怕。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不求回报。那四叶真是执迷不悟呢。你不也是？那你是觉得阿七会选你？不知道，全力以赴便是。还用四叶的身份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想公平竞争？可以。行，不早了，睡吧。让我说，我怕。哎呀，别打，别打了。又动手了？他把房间的果盘都已经吃完了，还不认账，找茬就直说。什么果盘？爷压根没看见。他就果盘，五盘让你倒吃了。对，我认。你果盘吧，本来就是果盘，肯定吃啊。五个果盘呢？四爷好。四爷好。四爷好。今日起就要正式开始劳作了，在这里你们不是学子，是茶奴，一日三餐，所有的规矩都要按照茶园里的来。今天要做的就是去除杂草、松土、采茶，午后会安排大家炒茶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茶农都在这儿，他们会给你们指点。你们的工具都在这儿，来拿吧。多谢。哎，可以。这也要去吗？为人师表，更应当身体力行。君子自强不息。只争朝夕，人生天地求学路好旅行。周宇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快，在哪学的？庄兄，你好快啊！对了，庄兄，你好快啊！才叫痴情，是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，一生独行。对吗？这也除得好干净啊。不少年一眼一眼趁此趁此光阴，因为身因为心独行，我能羡慕不少年一眼一眼。桑青，放下。没事没事，你伤还没好，别逞强做这么重的活，放下。辛苦四爷了，阿七，我们去上面的凉棚休息吧。辛苦四爷了。哟，我的公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这活儿哪是您做的呀？公子，依我看啊，您就直接跟桑小姐说明白得了。您看您这，您这伸头是一刀，缩头又是一刀，天天去猜她的心思，搞得自己心力憔悴的，多不好啊！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等查明了宋家茶园之事，解决了这些麻烦，我自然会和她说清楚。
裴师，白天人多眼杂，到了晚上我们才开始探查。是的，公子。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还有吗？没了。真的吗？那这是什么？给我。宋琪，给你拿了个银果，解解暑。谢谢四爷。给你。四爷辛苦了，四爷吃吧。我也有。三琪，你猜猜是谁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个盒子我认识。还有啊，你脸上都快笑出花来了，我能不知道是谁吗？林翩来给你送些吃食。他在哪？在凉棚等着呢。小姐，上午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多谢四爷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小姐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多点心。哎，哎，哦，还有茶呢。小姐，喝点茶吧。哎呀，连片，你这说是来看我带的点心，全都是严小郎的口味啊。嗯，这不是他伤刚好吗？顺便给他带了点儿，顺便带，都是他爱吃的，一个我爱吃的都没有。妈呀，我下次给你多带点儿，好吗？小姐，你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对了，今儿怎么没瞧见卓公子啊？嗯。专员，你除草确实除得挺好的。可这采的茶叶实在是外行。四叶采的这茶也不怎么样啊，跟我这也差不多。那是你不懂这其中的细微讲究。四叶，就你采的这茶，我看就一般般，也就那样。采茶当用提采之法，最忌用手指掐顿。我采的全都避开了耳力，便于下一季茶树的冒芽。你何则耳语？四爷，这么躲不开，真麻烦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四爷不娶苏洁雨姑娘了，原来是有苦衷的呀！怪不得他俩最近总是针锋相对。别瞎说，别说了，你们俩要再瞎说，就可以去写话本了。哦，林翩，我们去那边逛逛吧，啊，逛逛，走走走走走。林翩，你是来看我的，我。念在大家劳务辛苦，下午炒过茶之后，安排大家品茶，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。好，各位学子啊，稍后啊，大家可将自己亲手采摘的茶叶带给我。待炒茶后啊，我会将成品赠送一些给各位，也让大家品品自己采的茶叶，比起你们平时喝的那些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好，四爷，这品茶主要有些讲究，没有茶师怎么能行呢？是啊，
我们这些人哪会茶艺啊？别再糟蹋了好茶呀。不如让桑琪充当茶师，连篇也可以帮他。好，泡茶。桑琪，你可懂茶艺？泡茶先不用干活了，连篇也留下来，大伙儿里转不转就行。滚！啊，得嘞。早年兄长曾教过我茶艺，我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小姐，我提了些井水来备用，你还记得少爷教你的泡茶方法吗？差不多吧。温杯、投茶、醒茶、泡茶、请茶，啊。走。哎，阿喜，先泡我的。四爷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尊师重道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平。好，那就让桑琪自己说。桑琪，泡我的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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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。泡泡茶，你们至于吗？你们这样，我些许感到有些害怕。妍妍，妍妍在，借我泡一下子来。啊，我想让连篇泡。滚！好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，泡我的茶。这品茶它本身就是一件文雅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各位上灶。好不好？上次的四爷，来来，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给我打飞他啊？怎么样？还烫吗？还疼吗？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泡一会儿。小姐，看得出来燕四爷是真的对你有意，你不也说了吗？他最近如此反常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当然明白，我也知道他对我好，只是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因为我是他固有的妹妹，还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子或是师妹。想知道答案的话，不能光靠去猜的。小姐，我走了。注意安全。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嗯。
公子，咱们都查了一圈了，你可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一带土质湿润，并不适合种植西沼的植株。难道我们找错地方了？我有预感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。那我们就去别处看看。白石，在。在夜里，他们应该会加强防备，小心点。分头走。好的，公子。桑琪，这么晚了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四叶手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四叶为何不顾及自己，还要护着我？因为你的茶叶是雨兄传授的，我不想让他砸了招牌。原来还是为了哥哥。阿琴，准远，这么晚了你不睡，跑出来做什么？那四叶，你们这是在？我晚上睡不着，出来散散步，碰到四叶了。刚好我晚上也睡不着，出来走一走。不如这样吧，阿琴，我陪你走走。这么晚了，别走了。明天还要劳作呢，早些回去休息。阿琴，下次莫要半夜出来，万一遇见歹人怎么办？正好，我和四爷一起送你回去吧。嗯。走吧。就继续按照茶园的作息来工作，一定要仔细，千万不能偷懒。去吧。啊！打起精神来。公子，我和监生们去茶园边缘劳作，是不是可以开始行动了？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明白。吃点气儿啊。这宋洛天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？不怕做不完被罚？有他哭的时候。小刘啊，少爷，叫几个人过来。来，是少爷。阿三、阿虎、小牛、小六，你们几个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！是不是皮痒了都？把这儿杂草都给我拔了。宋老天，你这是在偷奸耍滑？我这叫有本事。你也可以叫你府里的下人来帮忙啊。我不像你那么无耻，对着长工敲骨吸髓。哎呀，谁叫你家没有茶园呢？快点拔，快点拔，把那个拔完的杂草都扔到爷爷那儿，给他积点肥料。宋老天，你找打是吧？谁怕谁啊？放马过来，来，给我抽家伙。今儿小爷我也非得来个仗势欺人。这宋老天和严小郎又开始了，你不去劝劝？啊，不。严严，你疯了！哎，我们这么多人啊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怂了？笑话！我怕你，魏尔红，别拉我，我今儿非得打他！我教训你！行，宋小天，你还真敢拿是吧？啊，来，来，打你！
宋兄，都是同窗，何必认真呢？妍妍，我迟早教训你，我有种你别回房间。行，房间等着。走。哼，答应。来，宋姑娘，你可真是及时雨啊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佳肴。是啊，多谢苏姑娘。知道你们务农辛劳，顺便前来探望，大家别客气，多吃点。嗯，吃吃吃。阿谦，你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怪怪的。没有吧，歇许是太累了。那你吃完午饭后回房歇息吧，我一会儿跟四爷报个假。大家不必客气，多吃点。哦，谢谢啊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谢谢谢谢。阿奇，你回来了，我特意准备了你想吃的，快坐。这是我亲手做的酥饼，这看起来不错，你尝尝。嗯，多谢。多吃点。四爷好。云芝，你回来了，快坐吧。妍妍，有好戏看了。我也觉得。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别浪费了兰姐的一片心意。嗯，阿奇，云芝，莫非这菜不合你们的胃口？怎么会呢？很好吃的。好吃，好吃。午后还要劳作，多吃一些。不不不。嗯。卓成也吃啊。云芝，我听闻国子监突然前来茶园务农，而此处又紧邻着宋家茶园，所以我猜想劳作是假，查案才是真，所以特意赶来帮忙。云芝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兰静，以后我的事情你还是不要再插手了。云芝，我是担心你。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待在此处多有不便，不如先回汴京吧。嗯，你给我起来！干嘛？你究竟有何阴谋？你有本事不要在这装神弄鬼，与小爷我光明正大的对决！不是你有病吧？大半夜你不睡觉啊？是。哎呀！
小姐，这些四爷真是不解风情，小姐放低身段做到如此地步，他非但不领情，还赶小姐走。许是云芝有事要忙吧。小姐，你看你还替他说话。我听说四爷特意安排桑琪独占一间房，很是照顾。这桑琪如今对四爷也动了心思，若任由他们这般纠缠下去，我担心。谁呀？桑小姐，您的饭菜来了。陈文远，你来干什么？看你今天一直愁眉不展的，我特意叫人从信封楼给你拿了醉鱼和佳酿，给你解解忧。我不想吃。可别让人瞧见了。你愣着干嘛？良辰美景，翩翩公子配佳酿还不够？来，陪我喝一杯。我说了，我不饿，我不想吃。那我可要自己独自享用了。你就不能回房间去独自享用吗？这酒菜是我偷偷带上来的，万不能被四爷知道。我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哎，我吃完就走，不会耽误你睡觉的。吃完就走？若你非有话想跟我说呢，也不是不行，我也可以陪你聊会儿。没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最近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有些太累了。这帮谁啊？不会是四爷来查房了吧？宿命开始眷恋那一瞬，愿用这辈子换瞬时相知，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如果是爱的坚持深成了倾慕彼此，我才拥有这一世。如果是念着旧事变成了我的折纸，绝不能为之。如夜这完美的故事是风筝却绝的样子，心却在未露的城市结换了开始，始料未及爱的人是我写下心愿的陈词，我也接受了这轮转的盛世，融成了深刻纹饰，将爱从淡泊探视融成了深刻纹饰。